花籽鸟儿赛粉团，红红尖尖尖尖尖儿，谁像花儿？小啊小啊，对啦，有呀有啊。这说是看秧歌呀，其实是会情郎，王呀王，还是儿呀儿呀。搭档的当然不能从我们二人转教官里面产生，对、啊、是要是我们的杜德伟和我们的金莎分别配的这两幅架，到底哪一幅是最好的，要靠我们的大众评审团来选举，是传奇观察员来选举，他们有可能会获得由曼萨特库业为他们准备的价值万元的精美的礼物。对，我感谢曼萨特啊。对，在之前呢，我们现场的观众呢也会获得由曼萨特库业为您准备的礼物，你们也太自觉了。大家在抽取出今天的最佳默契搭档之前呢，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派送两份幸运。好，那接下来大家记好自己的座位号码，大屏幕马上滚动起来。三二一，停！恭喜第一位是一层二排二十六号，一层二排二十六号在哪里？二层二十六号，恭喜！那么第二位，停！恭喜二层一排三十四号。恭喜两位会获得麦小特别为你们准备的精美的礼物，再次的恭喜了。好，那今天我们究竟要揭晓我们的谜底，到底是杜大哥这一组还是金莎这一组会获得我们今天最佳默契搭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传情观察员。好，我们先给他们分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杜大哥这一组呢是一号，一号，金莎这组呢是二号，来第一排请举牌。哇，杜大哥一票，金莎两票，不能说两位助演吧？好，这个方案不行。来，第二排，请举牌。哎呦！第一排举起来。好，那现在我们一号杜大哥两票，二号四票，就看三排的了啊！第三排你们很关键喽。来，请举牌。哇！恭喜！恭喜了，两位都会获得由曼彩特别为你们准备的价值万元的礼物，恭喜了！恭喜！拥抱一下，你俩。接下来呢，我们沉淀一下，好不好？好。好，恭喜我们的最佳默契搭档。那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好，趁着这份喜份劲儿，我们也想有请，再次有请我们的杜德伟大哥为我们唱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好。